一种真爱，永远藏在人心内，是不是有一句誓言，写在手上袂改变？你借我太痴情，春天有时也凄冷，是不是有一款人才，生生世世的等待？想起过去，想起你，想起声声句句的滋味，想要放弃，想要死，想要退后做无天。你伫哪位？要为哪位去？谁人陪伴你？从今以后，不敢搁徘徊有你的城市。想起过去，想起你，想起声声句句的滋味，想要放弃，想要死，想要退后做无天。你伫哪位？要为哪位去？谁人陪伴你？从今以后，不敢搁徘徊有你的城市。谢谢大姐。我会建议你在定 key 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你声音是很高很亮，所以可是这两周下来，我就有点感觉你在唱到最高音的时候就有点勉强了。所以在选歌还有定 key 的时候，稍微留意一下，就让自己在高音的地方留一点点空间，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危险。OK， 谢谢老师。我觉得每个人来这个比赛哦，都是会有一个框框。所以老师都会常常讲说，你还是要选一个你能驾驭得了的音域，因为每个人的音域都是有窄有宽的，不是越宽越好。所以就是要学习说怎么样去选一个，不要让自己那么吃力，一样可以表现情绪。你看你也没有跳舞啊，现在是不是越来我们也是觉得唱歌很好，就是你可能要找一个点让自己去肯定自己。好。